当只玩过单张地图的生存者们首次会面。哎，哥们儿，快把冰箱里容易坏的东西拿出来放放干箱，我看外面开始响雷了。哈，响雷就响雷咯，为啥要把冰箱里的东西拿出来？雷暴天气电器就用不了了啊，你这难道不会吗？当然不会啊，打雷下雨电器照样用啊。哟，哥俩聊得挺欢啊。哦对了，孤岛仔，你那班楼好像生病了，蜷缩在地上一动不动的，叫他起来也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你抽空给他瞧瞧病哈。哈，啥啊，那不过是现在白天他要睡觉而已，放心，晚上就有精神了啊。班楼还要睡觉的吗？哈，你们那的班楼不要睡觉的吗？嘿，我说你们几个咋还有雅兴搁这聊天呢？我刚大老远就在我们基地附近看见一只腐化三角龙，不过放心，已经被我这个神枪手给解决了。哈，腐化龙是什么？没听说过。你说的是辐射龙吗？就是这黑一块紫一块的恐龙啊，你们这没有吗？我去，你不会把我刚训的三角龙给毙了吧？那颜色是我用刷子刷的啊。这你干啥刷这种颜色吗？我喜欢紫色不行吗？哎，都在啊，伙计们，你们知道这哪有胡萝卜吗？我想训一只庞马，结果转了半个地图都没找到。哈，蔬菜种子不是哪都有吗？你不得先捡种子吗？你耕地都没学，你上哪弄胡萝卜啊？就是啊，难不成你还想找野生现成的？就离谱。啥啊，你们这居然没有野生现成的蔬菜吗？就是啊，我那也有啊。加一，我那也有。哎，你俩啥时候冒出来的？哎，先别说这个了，帮我看看，我这好像出 bug 了，二阶都快按烂了也没法传送。哎，别提了，我刚想给你们整个恐爪龙，可跑遍了整张地图都没有找到巢穴。喂，这里有人吗？我的小娜娜好像出问题了。呜，小娜娜是谁？哎，先别说了，快打来吧，哎，我就把东西拿出来了。哎呀，我的小娜娜，哎，这真的没有空调吗？哎，我那个三角龙我到时候陪你啊，我要去送菜呀。停，你们这帮小崽子，现在在我的地盘，官方第一张地图都给我从头开始玩，没玩完不准跳地图。哎，好像有什么声音在附近。我操，迅哥，当萌新问你谁的攻击力最低。哎呦，新人吗？哎，你好前辈，我这第一次玩这游戏呢。可以啊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哦，也没什么，就想问一下方舟哪种生物攻击力最低。哦，你说攻击力最低啊？哎，那个嘟嘟鸟看着挺弱的，是它吗？嘟嘟鸟攻击力5，是挺弱的，但还不是最低。那个美颌龙又瘦又小，是它吗？美颌龙攻击力4，也不是最低。那这个跳鼠又小又可爱，应该是它了吧？跳鼠攻击力3，也不是最低哦。那这蚂蚁呢？感觉我能一脚踩死它。蚂蚁攻击力7啊，其实比之前三个都高啊。那到底是哪种生物攻击力最低呢？最低的是这个咯。哦，原来是这个啊。我你确定这玩意攻击力最低？是咯。靠，耍我很好玩是吧？哎，我看那个小家伙好像挺的，我去那边山坡上刷梁龙去。这就对了嘛，去山坡。哎，等等，别去山坡。当你遇到赢玩家。哎，老哥你好啊。哦，你好。哇哦，你身后那个大家伙是什么？是雷龙吗？是啊，雷龙，方舟体型仅次于泰坦龙的蜥脚类恐龙。你怕不是个云玩家吧？啊，方舟仅次于泰坦龙的蜥脚类恐龙明明是万龙好吗？你连这都不知道啊？云，方舟只是雷龙有一个万龙皮肤而已，并没有万龙这种恐龙，有错吗？你这是云成这样还要嘴硬？瓦尔盖罗就有万龙好吧？不信你看这个视频，你看旁边还有高级龙呢，我看你怕是也不知道吧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是魔族生物，旁边的高级龙也是魔族生物啊？嗨，无所谓了啦，方舟反正连哥斯拉都有，有个万龙又有啥奇怪的啦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哥斯拉那也是魔族？怎么可能啦，我看这个视频明明标题写的是原版生物啊。你看啦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个是君王泰坦，不是哥斯拉，这才是哥斯拉魔族啊？嗨，无所谓了啦，反正魔族不也是游戏的一部分啦，就当是这个游戏里有咯，又能怎么样？哦，那按照你的逻辑的话，那是不是说方舟还有原神呢？是不是还有宝可梦呢？还有钢铁侠、奥特曼、高达，再加上你刚说的哥斯拉？请问米哈游、任天堂、迪士尼、远古、万代、东宝，你想替通贝福收哪一份律师函啊？嗨，无所谓了啦，兄弟，你有望远镜吗？给我一个，我想看看远处的风景。嗯，给你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你这望远镜假的吧？怎么不能显示动物的属性啊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你说的那个望远镜，它也是魔族？
You didn't have to cut me off. Like that. I can never, that we were nothing.